生命暗淡的时刻，他们为苦难人提灯照路，指引方向。在面对病苦折磨的人们时，他们用母亲的慈爱温柔抚慰。他们是谁？为何闻声救苦，仿佛是白衣大士的化身？我在我的口中对护士，我都是说白衣大士。为什么会叫做白衣大士？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人人所敬爱的，也如慈母，所以人人谈到观世音菩萨，他有苦难的时候就求观世音菩萨。所以呢，护理就如观世音菩萨，当病患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在床边拉了一个灯，那么在护理站的护理，他看到了，眼睛看到了，马上呢就会知道哪一个房间里病患在呼唤他们，他会赶快呢跑过去。这就是慈缘视众生，听到了警铃的声音，他马上呢也赶快过去，那就是耳朵听到了救苦救难的声音，也是闻声救苦。所以啊，这白衣大师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来看你，对呀、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来看你？自愿要投入医护工作，要去疼惜生命，先要有花心，还要在立言，在生活的时间。无法像现在的人哦，被电话班了，没有，他们一不断的轮班，碰到了什么事情，他勇于承担，熬夜，那还要呢日以继夜的，不管他的干净或者是脏乱，都是呢很要用心去付出，要有菩萨的自愿呐、啊，才能这样的投入人群，而且很甘愿的、很欢喜的，那去做，这都是呢很辛苦的事情。不过，自己的系统把辛苦当成幸福，能服务别人的人都是幸福的人，所以呢，不以辛苦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应该呢负起了幸福的使命，所以给人家的幸福，哪怕自己多么辛苦，看到了别人家的苦拔除了，看到了病人有笑容啦，看到了家人呢都安心啦，他们已经呢幸福了。我们的看到了病人的笑，那过去的辛苦呢也化成了幸福，所以彼此幸福啊。于井以至诚宣誓，心存大爱，心存大爱，胸怀感恩，胸怀感恩，尊重生命，尊重生命，视病如亲，视病如亲。如何成为慈眼视众生、闻声救苦的白衣大士？在慈大护理系的加冠典礼上，正言上人如此勉励未来的护理人员：你们在自愿当护士，一定呢有你们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呢总离不开那一颗爱，
这个爱心啊，愿意去关心病人，愿意去同理心啊，了解病人的苦难。所以人生最苦莫过于病，所以在病人呢，也许身体上的，也许内科的病状，也许是外科的血淋淋等等等等啊。虽然我们谈到病都会怕，就是因为呢有这样很令人害怕而且呢痛苦，才真正的需要呢有这样勇敢的、有爱的、有毅力的这样的护理的爱心去接近他，去呵护他，去帮助他。人世间啊，谁无病痛啊，有了病痛啊，谁来看护啊？果然呢，医师是非常重要啊，因病下药啊，诊断要准确啊，这种妙手妙法妙人医，在人的生命中啊，拔除苦难。但是医师的双手啊，能抚摸到多少人呢？把病确认的这个病因、病源、下药等等以外呢，总是需要的就是看护者，我们现在称为护理。这看护者啊，就是守护了生命。当病患啊有苦有难时，他就要跑在最前头啊，呵护他，安慰他，帮助他。所以呢，病人啊，他心目中的贵人，温柔美丽，那很令人感觉到是心安，当然就是护士咯。等一下，你下一次的话是6月20号再来复诊，你来看门诊之前呢，还要先抽血，这个要紧。下午2点，慈济花莲医院的候诊区仍然有许多病人等待着王立信副院长的诊疗，而从旁协助的护理人员吴安启也一刻不得闲，从一早开始到现在，医护团队都忙到没空吃午饭。你叫什么名字？刚有叫过你呢，2点发报告是不是？那你2点，现在我们王医师才开始休息一下下，让他吃饭好不好？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稍微休息的空档，护理人员吴安启却选择留在候诊区与病人闲话家常。走近仔细一听，发现吴安启与病人间的对话用的是泰鲁格族语。我跟我的报道，我现在要帮他去问一下，他挂93号66，去对面看36诊，他现在有几个病人，去帮忙他一下。对，你是哪一族啊？泰鲁格族，阿公也是泰鲁格，所以母语是一样的。这样年轻的，对啊，会讲母语。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啊！家住花莲的吴安启，从小在奶奶的教导之下，泰鲁格族母语说得非常流利。长大后到西部求学，成为专业的护理人员。毕业后，吴安启没有留在大都市发展，反而选择回到故乡服务，因为他深知东部对于护理专业的需求，也期望尽一己之力帮助族人和更多的原住民同胞。比方像我们都不太会原住民的一些语言，
当然了不起，就是有一些可能过去日语的这些话，但是就在这个部分的话，它可以帮我们补强，而且也拉近，就是说跟这些老患者他们的一个距离，因为他们原本对某一些医疗原本就很抗拒，对。那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解释，我们就省掉很多过去要用匕首画脚，或者是可能要等待社福的师姑来帮我们这个部分。是啊，几多？还是行动是很紧。对啊，很。安琪，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说，就原住民来单独来，那真的语言不通的。有啊，有时需要帮忙啊，就会提早先让他们看，像坐轮椅这些啊，就可以跟他们沟通。有时他们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子。那你们特别注意这些病吗？如果不是，如果在我空闲时间有看到有跟我族人一样相同的族的话，有同样的疾病，也会关心他们一样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子。嘿，也跟隔壁的诊间的同仁讲一下，有这样的问题。在门诊工作时，吴安琪最常跟病人互动。每当他发现原住民老人因为找不到诊间，紧张又耗费时间，他总会主动地向前关心询问，往往一个贴心的指引就可以协助他们顺利就医，缓解病痛之苦。回到故乡贡献护理专业，是吴安琪实践护理精神的开端。但除了医院里的工作，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行程，每隔两周他都会回到老家万荣乡。那个孙女啊，本来是在照顾她的，她已经去台北了，剩下她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她的媳妇的话要顾小孩，要顾她，所以比较不方便。对，我就跟她讲说，她自己在上下厕所，晚上啊吃饭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怕她会跌倒。人家最怕是跌倒，对，趁不注意的时候，常常在家里昏倒啊，发生一些意外啊，这样很危险，就要跟她讲一下。她又不习惯住我那边啊，她习惯这边。与家人团聚之余，吴安琪更把握时间探望部落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大部分老人呢，就是慢性疾病，所欠缺一个医疗，因为有时候他们住的地方比较偏远，拿药非常不方便，然后就是自己有疾病而不知道，觉得自己是有问题这样子，觉得等到事态严重之后才转到慈济医院去治疗，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部分动作会比较比一般就是住都市的人比较慢。爸爸是你爹的名字啊？那痛风的不？你他的膝盖呀、关节炎，医生叫开刀，他不要开，他心脏病后他一定死掉哦，会死掉哦。为什么开刀会死掉？啊，老了了，老了哦。那你才是那耶？66，他来66，身体就不好，最近坐轮椅了。为什么特别对老人有感情？我觉得学护理一种特质啊，对啊，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人独居啊，就是自己在家里这样子，然后小孩子都出去工作，或者是他们小孩子啊，就是不知道父母需要关心，对。一分使命让吴安琪选择了护理专业来守护族人的健康，一分疼惜让他视病如亲，无怨无悔。他不只是提供健康咨询，更扮演着儿孙的角色，每一句嘘寒问暖的话语都抚慰着老人家的心。笃信基督教的吴安琪来到慈济医院工作，心里相当认同慈悲喜舍的精神，而付出无所求的心念更成为吴安琪勇往直前的动力。人生啊，有无限量的潜能，人生呢，有人人都有个本能。好，那我们学会了可以发挥呢，救人抢救生命，每一个个的宝贵的生命呢，从你的爱心付出，从你学来的护理的妙法把它拉回来，
病人的笑容最可爱，我们看到了苦热的脸啊，啼啼苦苦的家属啊，他们进来因为有你呵护他照顾他，让病人呢脸上露出了笑容，让家里的人呢宽心放下，这呢就是最有价值的功夫啊，学来的本事啊。最担心的还是我们生病的时候真的没有人照顾，我们自己也会生病啊，那有一天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真的住到医院去，也是如果护理人力短缺，我们自己也是有所谓安全上的啊一些啊挑战了、啊、一个是专业的使命，一个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不好好传承下去，以后没有人做，那生病的时候就完全都没有人照顾了。一旦没有了护理人员，我相信病人他，我觉得病人应该是感受最深的，因为没有人实时的就是去关心。社会的人能不能呢都把心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社会少了这样的有心有爱的人，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呢会成什么？在医疗界的呢，应该呢用爱心啊，发挥了使命感，用大爱呢在付出。看到了很多的好医师啊，好护士啊，医疗团队啊，为了救人呢、要动用了多少人呐、啊？而且呢，多少黑夜啊，就是寒冬岁月，都是这样的熬过来。有的呢，一进入了这种开刀房啊，可能呢24个小时都没得休息，30多个小时都没得休息。可是呢，这个病患的本身与家属懂不懂得感恩呐、啊？还有呢，老人家长期医疗在照顾的，那让儿女呢清安自在，可是呢有没有感恩代替他在照顾他父母或是长辈或是他最亲爱的人？不知道这一群家人呢能懂得感恩吗？现在的社会呢，那样的价值观啊都已经模糊掉了，现在人的生命价值也是淡化掉了。果然有社会这样的感恩心啊，这个道德观啊虽然有堕落了，可是呢选择的这样的置业使命的人呢，年轻人越来越淡薄、哦、那已经呢就是怕苦啊，那当然也是怕负起啊这样的责任啊。现在都是呢整个社会都富士荒、哦、这都是很令人担心也令人呢感慨的事。希望呢我们要如何啊让这个整个社会呢人心调和一下，爱心立志愿的就是呢往他的志愿的方向呢身体力行哦，那生命的价值观提升起来，那么那受惠者应该呢要用感恩尊重哦，那用这一份的爱呢感恩呢来感恩救命照顾之恩呐、啊，过去的社会呢，总是拢讲，哎呦，再做基因呐、啊，再生父母之恩呐、啊，
那照顾我们的生命，守护我们的生命，能不感恩吗？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年轻人见到护理人员的繁忙和辛苦，对于护理工作不再向往。根据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的最新调查中显示，现今台湾各级医院预估护理人力短缺至少7000人，有将近40%拥有护理师证照的毕业生不愿意投入护理职场。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医疗院所少了这群白衣大士，民众的健康要如何守护呢？根据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他们所以不愿意留任的主要原因是薪资福利待遇差，那再来就是工作负荷重，那还有一个就是责任重压力大。他们曾经说每天上班几乎都用跑的，跑的都做不完。以我们医院来讲，那一个就是比较现实的，就是满足他们的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调薪的。好，我们大概一年里面我们大概有一些鼓励金，所以我们医院的薪水其实是不差的，在新北市应该是排第三，是排第三。那我想这也是留任的一个点。那再来就是，实际有一些人文的特色。那我们怎么样人文的特色去营造，就是说一个团队里面像一个家，好，让学妹他们比较有安全感。那我们营造家的感觉，我会觉得说，即使当病人有需要或护理人也有需要的时候，尤其是当你很忙的时候，其实周边的这些人就会互相来帮你。那这样又可以，大家不会担心说上下班延迟，然后又可以去把这个病人，就是因为大家团队的力量去把这个病人照顾好。我会希望说，其实我会希望学妹或学弟们哈，就是不要因为看到市场目前是这样的现况，大家就放弃护理，因为我们也会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哈一起来打拼。那最重要就是说，要传承护理的一个专业面嘛，哈。我是慈济护专五专第三届毕业的。那我觉得，在从一开始我们的养成教育，我就在一个很多爱跟关怀的一个环境下，那一个成长。然后后来我觉得，再到我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来说，然后后来我工作之后，我觉得有时候你是看到病人给你的一个肯定。我觉得那个东西也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我觉得我也愿意说，哎，在这样子的一个的环境说继续下去生根。在老师帮我们加冠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传承，然后你也觉得有一个使命，然后那个带给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个加冠的时候，从此之后你就知道说，哎，我真的要正式踏上护理的这一条路。光阴荏苒，当年慈济护专第一届的毕业生黄伯俊投入护理工作已经15年了，他选择成为急诊专科护理师，紧守着紧急医疗的第一线，常常24小时夜以继日，实践着他对护理的热情。现在真的很需要男丁啊那样的护理师啊，真正的出现在医院里，因为医院呐，真的都是苦难众生多啊，尤其是现在的病苦的病患呐，大部分呢都是很壮、很瘦壮的哈，这样的，所以呢，假如啊。都是有男生来呵护啊，不管要甲扶啊，要甲抱啊，哈，那都会充分的力量啊。真的，黄伯俊他就是呢，我们护理学校第一颗呢男丁的种子啊，他也已经呢走入了急诊室呢，也开始呢投入工作，抢救生命啊，守护爱，实在是呢非常难得。啊，在这个也可以帮助别人，
也可以让自己学习成长，那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因为当初自己所学可以应用在工作上帮助需要的人，其实这个是会让自己很有的动力。回想起1992年5月10号慈济护专举行首届庆祝护士节加冠暨传光晚会，在师长祝福与期许之下，加冠的刹那，黄伯俊知道自己将开启人生另一段旅程。咱会当体会咱内心的这动力吼，咱真真正正爱心体会出来，啊，咱的这个神圣的工作，咱即马开始要去做。可以说第一个目标他就是要培育慈怀柔肠闻声救苦的白衣大师，展现出我们慈悲喜舍的慈济人文。如今慈济护专已经改制升等为慈济技术学院，以丰富的师资与教学资源培育优秀的护理人才。每年一到就业博览会，许多医院来到慈济技术学院征才时，除了凭借护理专业能力，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人文关怀也让人印象深刻。在人文关怀这一段是跟别的学校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从病人的临床照护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得出来，他们对病人的关心跟照护这一段，我觉得慈济的毕业生在这一段做的是比其他的学校的毕业生看起来是很鲜明的，非常突出的一块。这种的积极吼，终身为护理哦吼，这呢也不少啊，真的是病人生命中的贵人呐、啊，真的很感恩。但愿呢、啊，慈济所教育出来的孩子们呐、啊，他们呢都要有使命感，希望呢不要再这样的学程就流失哈、哦。希望人人呢这种的使命投入了医疗的事业啦，这都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哈、哦。想要成为专业的护理人员，其实并不容易。庞大的医疗体系里，急诊、门诊、病房、手术室，甚至药房、检验科别，都需要护理人力的协助。而在投入职场前的养成教育，更是攸关护理服务品质的好坏。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我们40几个同学嘛，吼。然后那个老师啊，第一堂课最喜欢问我们一件事，就是是谁自愿要来念护理的？然后大概就只有2个举手，一直到4年级还是2个，其中一个就是我。有没有人还是继续想念护理的？我又在举手。为何从小就确定要走上护理之路呢？姨妈苏米分享了她小时候的动人记忆，一次陪伴父亲就医的经验，她见识到护理人员专业又亲切的态度，慈爱温柔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姨茂苏米，让她毫不犹豫选择护理，从临床护理到护理教育，至今无怨无悔。走过花莲慈济医院的骨科病房，慈大护理系的姨茂苏米老师身旁还带着实习学生，正在走廊和各个病房穿梭。咁无好啊，所以你阿叔阿爹讲，所以你无啥困哦，大家拢无困，大家拢无困哦。不舒服哦。姨茂苏米以往在骨外科累积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今天他希望能把自己的所学和护理精神传承给护理系的学生。就有吗？跟扭伤会有关系？可能没有关系，对，可是不知道是在哪个过程，所以你可以再进一步评估他
他在扭伤的时候可不可以做这种动作。嗯，有可能原因有很多，再跟复健师讲，对，讨论一下。如果他是神经的问题的话，那就是会比较偏永久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尹茂老师他很厉害，我觉得他蛮厉害的是，就像今天我阿嬷就是只是脚关节有点没办法动，然后阿老师就把我带出去，然后跟我说，阿嬷可能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可能是什么造成的，然后我要评估什么，然后还要我自己去思考说，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帮阿嬷做什么样的评估，然后问阿嬷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要跟学姐还有专师讨论什么样的东西。阿嬷，你的脚会使夹关吗？夹无法度夹介关，安尼样。安尼哦，可能今天还是要先给他坐在床边吧。以前就是给嘛，一直给。现在是刺激你思考，你去想，哎，你到底还少了什么？对，以前会一直给这样子，也不管你到底懂不懂，我就是一昧的给。现在是，我觉得你应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想跟你做那个当中的那个连结，嘿，是很重要的。做中学，学中做，姨妈苏米总是亲自示范。他希望学生能认真看待每一次与病人的互动，并思考如何给予病人最好的照护服务。每一个步骤不厌其烦的教导，姨茂苏米相信，扎根护理教育，有福的不只是病人，护理人员用心护理，以病为师的过程，收获最多的往往是自己。你看，你先看之间怎么做，你可以跟人，嘿，之间互动讲话。嘿，那个东西是比较珍贵的，就是你关心他，你希望他好的时候，你帮他所做的事情，他有进步，那个成长跟那种你觉得他从不会下床到会下床走路的那种满足感。阿祖，等位较上，这还是后边这？进入了病房去呢，要记得啊，要有四摄法，在我们佛教来说呢，有四种非常重要的，这四种方法能在医院里呢啊表达得出来呢，那就人见人爱呀。这种人见人爱呢，就是你要付出大爱。那听清楚哦，第一就是要布施。大家听到了布施啊，啊会不会想我是不是要扣薪水？不是啦，啊，布施呢，就是你一个笑容。可知道在医院里面呐、有被服务的病人，有要付出服务别人的人，被服务的苦不堪呐、啊。刚刚不也听到吗？人生最苦莫过于病，这种的病之苦啊，是世间的苦中之苦。所以呢，你给他一个微笑啊，那就是呢，让他的心里有依靠。再来呢，这布施，有的呢，也。就轻轻地抚慰一下，可知道他身体的苦。那实际我常常都会说，抚慰抚慰啊，你轻轻地抚抚他。哦，有的老人家，哦，我头痛，你还紧给你抚抚嘞。哦，那这个老人家呢，或者是有病痛的人呐、啊，啊，你有较好不？唔免食药啊，就讲有啊，我有较好啊。所以呢，这就是方法哈、哦，这也是布施啊。你伸出了手呢，就这样的啊，呼呼大大的哈、哦，他呢就会放心，好像有依靠的哈、哦。这也叫做布施啊。微笑是布施，伸出了你的双手也是布施啊。那还要呢？给他有一个安慰哦，依靠，这也是布施，叫做无畏施，也要把表达出爱意。假如呢，你用国语，老人家听不懂，他听不懂呢，那你就是不尊重他。
所以呢，还是要老人家你要用台语，台语就要学好台语哦。那这样子呢，就是爱意哈。那再来呢，就是例行啊，哦，例行就是安怎样呢，会当好病人呐啊，多嘞管啊给啊，要适合他哦。躺得很舒服，他起来要走一走呢，如何扶着他或是推着轮椅哈，让他呢很心灵很舒服，这也叫做例行。还有呢是同事，同事之间呢彼此互爱哈，这呢叫做同事度。所以这是有四种方法，第一是布施，第二是爱语，第三是例行，第四是同事度哦。所以呢，有这四项呢，都用一点心啊。那对长辈的要恭敬啊，哈、哦。那老师们在带呢，我们要多听话，那多殷勤的学习，对你呢将来呀、啊，在护理的生涯里啊，你会做得很开心。因为呢，人生啊，这看病功德为第一啊。因为呢，病人最苦，你能把苦以乐啊，这就是功德最大。所以呢，我常常称这白衣大士就是护士。白衣大士呢，在我们佛教里啊，就是至高无上的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啊。所以呢，你的这观世音菩萨的心啊，用在呢苦难的人群中啊，这种那你付出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又敬又爱，这都是护理的这种的无上的价值啊。进入手术室，无数与生命拔河的战役在此发生。在高压不容出错的工作环境中，专业护理人员是如何展现专业技能，协助医生抢救生命呢？要有胆识啊，外科医生他们可能紧开刀都很紧张，然后也很专注，所以可能你可以帮到医生，就是帮他们解除压力呀。罗平平身为手术室护理人员，协助主刀医师进行手术，维护病人生命安全是他的职责所在。林小姐你好，我姓罗，林平平是你每天照顾的那个开刀的护士。手术前夕，罗平平详细地向病人解说手术流程，透过充分的沟通，安抚病患紧张不安的心情，也有助于隔天手术的顺利进行。上午7:50，手术室护理人员全员到齐，忙碌紧张的工作随即展开。手术开始前，罗平平的基本工作是准备动刀器械，确认医疗仪器一切正常。手术期间，他要负责传递正确器械，维持无菌环境和记录手术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谨慎小心，确保病人的生命安全。有些医生的话，开了很大型的手术，他们几乎会想说，他们手递出去，就是知道你就要知道说，我就要知道说我要递什么东西给他。如果你一刚开始跟一个医生，你一直换医生，你其实不知道那个医生的那个习惯。如果你一开始就跟着一直跟着那个医生，你就知道他的习惯是什么。那手术室护理给我的感觉是真的挑战性很高。然后要面对病人，是他们完全没有自觉，把他就是他们就是很信任你吧，才会来医院，才会来到我的手术室让你照顾。那相对的，我们就要能不负他所托，所以他的所有需要，我们要替他注意到。譬如说，不能让他躺出压疮，不能让他觉得冷。
手术室护理人员总管着手术房中的大小事务，从照顾病人的身心理需求、补给指导医师的需要，手术室内外的联络工作都是他们的职责。要胆大心细，要有抗高压的能力，才能胜任这个工作。一个人，如果你想要当一辈子的护士的话，不管你怎样，你就是会再去精进你。所以不管你在哪里，我觉得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一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蛮笨手笨脚的，所以呢，因为一刚开始老学姐他们都会很严说，你要排那个器械在几秒之中要排完。可是我往往都会很久才会排完那些器械，可是之后学姐说，那要我事后要留下来训练啊，而且我最感动是学姐还陪着我一起训练，对，然后一直就下班利用自己的时间，然后陪我那样。当手术顺利完成，病人渐渐康复，展现笑容，对罗平平与医疗团队而言，就是最大的成就感与回馈。我对医护团队啊，我都非常的敬爱哦，因为他们的理念啊，时间要长，他们的心呢，一定要很柔软，而且呢，一定要有佛心，悯念众生苦，因为生命啊，老病死难免。这再再都很需要呢，有医护来庇护他、抢救他、爱护他。我们的生命中缺了医疗，你看这人生要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大家要用这样的心情啊，来做感恩。那当医护的，都是要尊重生命。任何一个生命不分贫富贵贱，实质就是要抢救任何一个生命，所以这都是一个爱呀，就是要爱的传承啊。在我们的护理教育里面呢，是特别强调哈，一定要把就心中要有病人啊，什么都要为病人的最佳利益着想。那所以呢，我们几乎每个毕业生都有这样的理念，他到临床也好，到社区也好，都是要以民众、以病人的这个需求为最优先考虑。我们要把这些现职的护理师留任，或者是把应届毕业生吸引进来。首先呢，我们是非常期待社会大众要给我们该有的尊重啊，那病人也是要给我们一些体谅啊。看我们一天跑来跑去，忙着连坐下喝水时间都没有，应该可以当场给我们一些护理师至少口头上的鼓励嘛，啊，这样子也许他们就更能够有力量可以支持下去。啊，这样说了不起，用够耶。我觉得护理就是台语的活力。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都会对护理要求很多，例如说，你要会做研究，你要会做你要会照顾病人，然后你要技术要好，你要有爱心、有耐心、要有关怀。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我觉得护理很简单，其实它就是真的是活力。病人需要什么？因为病人是需要被关怀的人，他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护理最重要的一个本质。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每次在遇到挫折或者是困境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告诉我自己，对，我应该要依照病人的需求，然后提供给他的照顾，然后不要因外面的那些不好的一些境，然后心就被转掉了。到底家你的感觉是怎样？很温馨，有人照顾。那这个护理的工作呢，真的很辛苦，就是说有真辛苦的代志吼，要发心呢，发心地要服务病患呐、那一种的不只是面对的病患，还有病患的挑剔，或者是等等吼，这都是会从工作上啊、心灵上啊会碰到的事情。不过
困啊，只要有心啊，那一份的无私的爱的付出啊，会落在其中的。那这呢，也都是呢，我们可以听出来，护理工作呢，的确是很辛苦。他们面对的病人是第一线的，那种的紧张啊，跟着生命在做搏斗啊，而且医师处理完呢、啊，就是要护理呢细心的照顾啊，所以护理的压力呢，真的实在是很大，一定呢要有坚韧的毅力啊，才能呢做出了奉献人生的纯洁大爱，这都是在护理工作的这个他的天分哦。所以，叫咱那袂爱，叫咱那袂尊重因哈，叫咱那一旦无感恩，真的实在是非常的感恩。我们护理要如何做的呢？真正的被尊重，那唯有一个。兼顾了这一份的爱心，要有那一份的沉得住气的耐力、毅力、韧力，这一份才能真正的维持的。不管是病人多病多苦多难呐、啊，我们面对了这样的苦难人生，啊，要用。真正的耐心来照顾啊，应该呢用相传的爱，大家爱他，他也要把这一份爱呢回报在病患的身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为病患在爱他们，好，所以他假如知道自己的使命啊，他自爱爱人，好，就人人爱他，这都是爱的循环呐。正言法师菩提心药五月播出，五月五日幸福的使命，五月十二日天下一家亲，五月十九日安心上学，五月二十六日为天下育英才。正言法师菩提心药每周六下午